你小口口嗦嗦的，跟你半年了，什么时候洗洗餐？洗餐？胖哥，你这带你上哪来了？是形容酒店回家。啊、哦。咱今天我大方一会儿，我带你吃个夜市的西餐。随你请客。走吧。胖哥，这个环境怎么样、啊？胖哥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哎呦。哎，先去看。哎，慢点。刘姥姥给你打瓜鱼了，你怎么感觉？Hey, my friend, how are you? Good to see you. Hello, 我是来吃饭的。Oh, good, good, good. We got a place for you over here. 啊，好好好。你看这个菜品。啊。啊，这得一大桌子，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。开吧，太长了啊！刘同志，你这个，what？哦，美女，这是什么菜子啊？这个是田园沙拉。田园沙拉，用的是芝麻酱，对。哦，这个呢？这个是意式流心蛋。哦，这个？这个是贝贝罗尼卷儿。这个是纯手工的牛肉的丸子。这个是用的费列罗巧克力酱做的卡松尼。这个是我们家的特色酱，用的是水牛城辣酱做的鸡翅。这个是经典的凯撒沙拉。这个是鸡肉帕尼尼。这个是纯手工的牛肉汉堡。这个是甜品肉桂卷儿。这个是超级夏威夷。这个是意式经典沙拉。这个是特色披萨，深盘至尊。这个是千层面。这个你感觉吃的怎么样？感觉趴地出溜的。哥。啊？这个在这种意大利的西餐就是好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外国友人给咱亲自做的会啊？嗯。你注意点形象，你。鸡餐厅啊？嗯。我的家。你看这个鸡尾酒，啊？我就喜欢鸡尾酒。咱开菜。也可以哈这个，知道吧？里边一点酒香没有。味道怎么样？冰霜。我这个手好啊，又能当刀，又能当叉子。哦、啊。哎呦！胖哥，你注意点，人家这是西餐厅，你优雅一点，行不行？不是我，这是刀，这叉子。我。哎呀。外边一口果酱，咱甜口的。哎呀，他这个太好吃了，胖哥。这巧里边一层巧克力，太甜了。里面一层巧克力啊，关键糖葫芦，胖哥。这么好吃的这个西餐，你知道人均消费才多少？多少？七十。啊？人均消费七十啊？我这以后家庭不都烦了啊？天天在这吃。我觉得你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胖哥。你是不是觉得这边那个样妹妹多？你自己明白就行了，你怎么非得说出来？